好烦了你。我会陪你。九点一两。刚刚来揭晓，我有一个朋友跟伊朋友一模一样。对。你今仔过来问题，我来解决。不行不？不行不？哦，不行不？不行哎。拍这个一日助理，对，我原本以为他要找我当他助理，他已经通告很少，这也算一个通告。因为我们要去表演7:30嘛。他、啊、现在弄一弄再去表演，中间还要去接我儿子下课，然后他也要吃饭嘛。不晚哦，我搞我喘，你个脚上我两回。双层牛肉鸡翅堡套餐哦，配餐要原味麦脆鸡腿，中杯可乐去冰，加一块6麦克鸡块。等一下了，你平常不是跑很慢吗？啊，不要讲台语啊！两层的牛肉鸡翅堡吼套餐，啊，佮配一个原味的脆鸡腿哦。那个点背扣来，哇！好了，我传给你好了啦。哎呦，怎么那么笨啊？可以，对啊，可以传，我干嘛用打的啦？真的，真的吗？啊，好，谢谢康哥。好，我们就很好。为了2000块就逃，那差不多我们家就先走了。没有了、欸，全款而逃会创对不全。为了2000块逃，伪造2000块。那我们就先买饭，好，就让康哥。再走他造型，刚刚因为时间蛮匆忙的，所以我们就直接买，然后直接上吃。那谢谢康哥哦，让我们放饭。不是、啊，我拿2000块给你。对啊，你说买多少？买了1145块。那、啊、你为什么只找我850？因为我刚没有另外啊，我就行啊，我就等于你的跑腿就对了。哎、欸，也可以这样，才5块。而且你买这么多，为什么摄影师七七他没有可乐？可能他也没有鸡块，可能漏点到了。所以我的点到你不一样的钱，没有，那他只有算那样的钱，所以我把我鸡块给他吃啊。明天不用来了，我也只做到今天呀。哎呦，我觉得今天这个感觉很像那个跨年，今天跨年的时候赶场，现在没赶场，现在连跨年都会难接到，现在一场都没有。没有关系啦，没有接到活动就是练功夫嘛。那我们现在就接我儿子了。对，幼儿园，哎，还是我小五年级的幼儿园。当然比较大还是肯德基。麦当劳比较贵一点，肯德基比较大，因为他是爷爷，麦当劳是叔叔。小梗还接不上。什么鸡跑这块，什么鸡跑这块。麦克鸡。麦克鸡块。哎尼可鸡慢那康哥，你知道什么鸡最喜欢去海边吹风啊？吹风机啊！带着康哥小孩，然后到休息室。好，我们现在再下去，跟康哥，哦，他直接来，他就直接上场，今天是比较匆忙，比较慌忙，充实的一天，充实一天。待会有个好消息要跟大家宣布，下面好消息。你的自己的小孩诞生了啊？有吗？有啊！你是说哪里的？好烦啊你！我会陪你。9:30。刚刚来揭晓。让我看着的时阵，你有无半个头？我有一个朋友跟伊朋友一模一样。对。你今仔过来问题，我来解决。不行不？不行不？等一下。
今天的这个助理的这个行程呢，已经护送康哥到家里了，所以我们今天告一个阶段了。哎，康哥辛苦了。哎，那今天这样子表现还算满意吗？那圆满了。哎，真的圆满。希望下一次呢，你不要再来了。谢谢。对啊，因为你是艺人，你不是助理，对不对？要好好的往艺人。